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今天在高雄的博二真的是非常的热闹，因为呢，今天前美国的国务卿庞佩奥就是来到了高雄。上午呢，他是先进行了专讲，那么下午他就在立委赵天麟的陪同之下来到博二，先是从这个大港桥一路步行来到了八号仓库，跟这个高雄在地的产业人士进行经贸方面的座谈会哦。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其实这边维安非常的森严，所以我们呢只能在外面。预计这个座谈会是开到下午4点半左右，那么就在待会呢，他就会再回到他下榻的这个万豪酒店。那么可以看到，其实知道这个庞佩奥要来到博尔，所有的民众，高雄的民众真的非常的热情哦，是自己做了这个欢迎的手板 ，Welcome I love 庞佩奥这类的手板来迎接他，目的呢就是要告诉他说谢谢他这么样的支持台湾。那么以上呢就是在博尔这里为您掌握最新，再把时间交还彭内。